各位朋友，大家早。主席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那个主委、司主委？请司主委。喂，好。那个司主委哦，是。那个广电三华哦，是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跟这么大的一个争论，主要是说在于我们现在目前对于消费者的那个无线，就是有线跟无线的收视率啊。没有办法保障，就是他们收视的那个节目嘛，就是他们传播率太高，那不愿意去花成本，不愿意花一些经费去那个，那很多的那个系统业者、卫星业者赚很多钱，那引起很多消费者的不满，那才会去积极的去推动这个广电三华，还有甚至是说希望这个产业能够升级，能够很正常的去发展。那现在，按照你们现在目前的规划，也就是消费者最重视的，就所谓的婚主互惠。那这个婚主怎么婚？哦，比如你们现在的规划，比如说有 A、B、C 餐，那你说啊，有个 B 仔跟一个基本频道，那请问这个基本频道是由谁来定？是不是我消费者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权呢？还是说选择权还是握在这些那个系统业者还是频道业者的手上呢？报告委员，排基本频道呢，法律只有很宽松的规范，实际排哪些频道在基本频道这一组里面，是每一个区的系统经营者。不，就是还是由系统业者自己处。那你还是由系统业者处理的话，那还是一样，他假如全部给你放那个宗教台啊，给你放一些那个广告啊，都是制度性行销的节目啊，那些话，那还不是跟现在一样呢？那我请问有没有消费者的选择权嘛？消费者选择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。我想你现在能不能就像现在在国外，好在国外自己可以选择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选择？所以你还是在保护这些嘛？所以纵使这个法过了，那还是一样嘛？还是让这一些大家不愿意看的节目，还是重新列在整个的我们的那个套餐里面嘛？那这样的话，那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报告委员，这个有关于所谓的频道怎么排频啊？我经历过的大概只有德国跟居住很短时间的美国，都是系统业者排的了，各国都是这个样子。啊、那我们这边业者怎么排呢？当然会有不同的市场情境，也跟人家不一样。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委员，现在的 MOD 也是系统业者排的嘛？对的，你现在还是他排了，排 A、B、C 餐，那你只能选择一个你比较适合你的而已啊。所以现在所以我请问你嘛，那只要这样下去的话，那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，他给我什么我就看什么啊。那还是重播率还是会很高，还是会很那个。那请问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跟文报这个。不同的定价形式呢，会影响。那我问你，能不能够由消费者来选择呢？我跟委员报告是，消费者选择本来就很多种不同形式，像如果是单频单选，或是加价购的频道组合，能不能说那单频单选嘛？就说现在的那个付费频道呢，都是由消费者单频单选的，也有分组一组一组去选的付费频道。那现在将来这个话，付费的节目我想你不要给我扯那么多嘛，你现在不要给我扯那么多。我现在问你嘛，就说我们能不能够说，好像说婚主互惠，那这个主除了 B 仔频道以外，它的基本频道是不是就是由我们消费者自己来选？我选几台，我付多少钱嘛？包围所谓的基本频道的意思就是呢，我知道定了有线电视的连线就会有的。你们现在是把它列为说那个什么？哎呀，它的自制那个它的那个自制力要达到多少？那它一定要数位化，一定要怎样？那你把它列出来。可是这些节目还是操控在系统业者，操控在那个电视频道业者嘛？那你这样的话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委员所说的是每一个片单独点的话，那叫做计次付费节目。那如果是以 Web TV 来说，不是，是假如说我选哪一台，视讯都可以选。你应该就是我，比如说现在一百多台，是，好一两百台。那一两百台里面，因为现在都是为什么就重播率太高嘛？就因为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嘛，所以大家希望就是我可以选择。那我可以选择的话，当然大家都希望说，不要，我喜欢看 TVBS。我喜欢看那个 HBO， 或我喜欢看什么，我就自己去选嘛。
那你这个，我请问你就选择权能不能够交在，就是单凭就是交在你消费者的手中嘛？你现在变成你是弄好一个套餐，那说 A、B、C 餐，那 A、B、C 餐，那刚好也许说 A 餐里面有一台我喜欢看 ，B 餐里面也有一台我喜欢看 ，C 餐也有一台我喜欢看，那我三个都要选啊？那这样的话跟原来的有什么不同嘛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不同的组合呢，就会有不同的订户做不同的分类。当然，所有系统业者都会计算最多人会选的方式，这最后呢，就会又会达到另外一个均衡。我相信经济，我希望哦，你不要说这个话说过，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你不公正，而且没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在着想。我希望是不是我们真的这个话要过，选择权要在消费者。最好能够单凭单选，那技术上做得到吗？当然做得到啊，很多国外也有这样的做法嘛，哈。那再来请教一下，是我们现在其实啊，广电商法协商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个所谓的避载的问题了，好，就是说到底这个无线避载，那无线避载的话，因为当年在无线台最早是老三台嘛，就是啊那个台视、那个中视，啊再来就是华视。后来你开放了一些频谱了以后，民视出来了，后来民视又增加了好几台，还有很多人都增加了好几台。照讲这个是公共财呀，当年是应该要招标卖钱的，那变成说政府无偿给这些台去使用，所以他们等于说在没有付任何的商家或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就拥有了这些频谱。那照想他们拥有了这些频道，拥有了这些频谱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是做一些真正对于公益有意义的事情。可是你看啊，很多台他都有商业行为嘛，他几乎都是商业行为，很多都自助性行销一大堆的。我不知道主委你有没有看呐、啊、哈，我为了这个广电三华以后，我几乎把每一台他们我全部从头都给他看完，发现有好几台。他就是这种，几乎他的台都是在卖钱的。那你这样，你把它弄到避载去的话，那事实上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。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到底你像你的避载，你们到底是要怎么处理呢？我可以再跟委员报告一次，行政机关只有一个立场，就是行政院版。因为行政院版跟现在的现况几乎一模一样。各商业台避载主频，然后呢，所有公广还有法定避载，像原民台、客家台，全部都要在有线平台上出现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行政版本，因为你讲那么多，大家都听不懂。你现在避载的有哪几台？就按照你们行政院的版本，你规划避载的是哪几台？商业无线电视台要选一个频道去避载，然后呢，公共电视跟法定避载的公司，包含公司一台、公司二台、原民台、客家电视台、还有原民电视台。你现在讲什么？你不要讲什么商业台，你就告诉我们哪几台，这样大家。我刚才跟委员报告了。你是原民台、客家台、公司一台、公司一台、公司二台。是。那还有呢？台视、中视、华视各选一个频道，就台视、中视、华视各选一个频道。是，那民视也是各也是就选一个频道。对，那这样就比较公平嘛。那我想这样的话，大家这样就当初原来那衍生出来的那些商业台的话，就不能够在避载里面。商业电视台是根据现况，他们选一个频道，就是华中。台视、中视、华视、民视各选一个频道，跟现况刚好是完全一样，就是各选一个频道而已，就等于就是一而已。对，所以院版完全没有改变现况，就是所以没有改变现况。那其他的你衍生出来的那些商业电视台的话，那你自己要上架的话，你自己就是要去付上架费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他们可能可以拿到授权费，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商业的谈判。而且他们自己原来就有一个用数位无线的频率，刚才委员提到，他的无线平台就可以到达大概90%左右的台湾家庭，只要装了适当的机上盒，就可以接收他们的数位无线信号，可以在家里看到。那个部分是不需要付费的，那个部分就不需要付费的，是就他就是要接一个那个机上盒，是那机上盒的话就那个好。那台联提出来说，基本频道不得高于100块。你知不知是这样？
鲍委员，这个其实要实算每一家可不可能推出这样的方案，那每一家的经营条件、环境、所处的竞争阶段都不相同，有些是刚进市场的，他通常会给非常优惠的价格。对，因为他刚进市场，他要推销嘛，他为了他促销嘛。可是我们有看到有些台，他是他比如 MOD， 他虽然99块。89元，再加上那个电路费。对，可是那些台那个节目真的是没办法看，所以它的装机率很低。所以我们是这样认为说，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的机制，100台100块应该限制在那个地方，那人家怎么去制作节目吗？所以你照讲，你支不支持它的100块呢？你认为100块的话，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情。报告委员，这个就像在协商会场一样，行政机关不方便评论任何委员的主张。不是啊，这不是你不方便啊，你有你的专业啊，怎么会说你不方便评论呢？你的专业，你的专业告诉我们说可不可行嘛？有时候立委，不要他有他的政治立场嘛。比如以台联来讲，他3年来从来没有关心过广电三华，突然先去要道就跑出来，那到大街小巷去讲。好像要抢在 credit， 其实这个广电三华，我们最认真是我们叶宜津委员，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认真的提出来，民进党是提出来，可是现在挂电话我也是台联，那他在大街小巷这样子讲说100块100块，那办得到吗？那只要办不到，你行政机关你要有那个魄力，你要有那个勇气，说这是不行，你怎么说？哎呀，我行政机关没有办法去批评任何一个委员的，那这样你为什么叫独立机构呢？没有魄力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再软趴趴的，所以为什么这个管理上我在立法院3年都没办法通过？你也要负最大责任呐、啊！我们已经提供完整的事实资料给委员参考，委员应该已经看到了。不，我看到对啊，可是你就写的很模棱两可啊！不，哎呀，我们去问各个委员，我们提供的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。那假如我们立法院有100多个委员，每个人都给你提供一个意见，100多个意见的话，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整合，那你的专业摆在哪里呢？我们也更不可能批评100多个立法委员。你们的公商挑拨呢？我想问说你的专业嘛，用你的专业来判断可不可行。当然立委有他的政治立场，立委有他的选民的考量，有他的政治利益存在。可是你是专业，为什么要把 NCC 定为独立机构？就是要用你的专业来提出，那立委提出来不合理不对的，你要反驳嘛？你不让我们去做，事实让委员参考。你现在的事实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赞不赞成100块啦？办得到吗？这个专业你答不出来。我刚才已经跟委员报告了，不同的业者在不同的竞争阶段的定价策略都不相同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媒体会那么乱？我们就刚刚陈波委员讲嘛，他被人家乱报嘛，被人家那个嘛，那 NCC 也是没有办法处理嘛，就包括当初连胜文在选举的时候。那明明是造势活动满山满海的人，5000多个人在现场，前面2排是里长坐的。那连胜文来的时候，连胜文上台，里长就站起来跑到他后面。那有一家电视台，他那个人很多人不去照，就照前面2排，那个标题给你写说连胜文一来，民众跑光光。那这样的媒体自律，这样的媒体曲解的报道。难道 NCC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？他违反法律，我们就会处理。所以你是为了什么法律？所以我真的讲了，今天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媒体市场会搞得这么乱，会搞得这样，其实你要负最大责任。真的，你应该哦，你真的应该站在国人的面前来谢罪啊！谢谢委员。啊，这个很高兴罗委员跟我的看法一样 ，NCC 要负最大的责任啊。